单亲妈妈，然后带着三个孩子，因为现在孩子都在读书，所以他们今天也没办法到场。我的生活很简单，就是带孩子上学，然后做我的去做我的生意，就是这样子平静的跟着孩子过生活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莫老板的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我们现在请贺礼，是我们在这一条扶助的路上最重要的一个助力。所以今年在中心的50年的这样的成立的时机里面，我们真的也看见中心投入这些资源，也相对性的看到从家庭的这些努力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成果。我在这边我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家庭这么的努力，所以也很期待透过我们表扬的这些家庭，可以让我们现在目前仍然处于困境当中的这些孩子也好，父母也好，他们也能够勇敢的继续往前走。谢谢。